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今天呢，就是2023新年的第一支影片吧，也不算第一，应该说是第一支就是正片，因为之前我都是录那种 short video， 所以这次就是终于我有时间可以来录正片了。我真的觉得是蛮对不起大家的，因为我这就是蛮忙的家庭主妇，大家可能觉得说，哎呀，就只是带小孩要忙什么，但没有错，带小孩就非常忙，而且因为刚好12月到1月就是在澳洲是school holiday， 就是小孩的假期，暑假，对，算暑假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夏天嘛，所以，妈妈真的蛮累的，好了，反正就是蛮对不起大家的，所以这次我们就是订了露营，应该说是老易他计划订的露营，然后是那种没有电的营区，他也不算是真的露营区，但是他是那一种农场啊，是那种薰衣草农场，然后它有开放给几个名额是可以去那边露营的，所以我也蛮期待的，因为觉得蛮酷的，因为要在就是薰衣草农场里面露营，然后要挑战没有电的生活啊。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很想要，因为我想说啊，没有电那晚上怎么办？如果要去上厕所的话嘞，然后但是老易都觉得说应该要试试看，因为他们你知道，他们外国人都是可以接受这种苦难，也不是苦难，就是说原始人的生活，然后他也试过野外的露营，就是没有水也没有电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算了啦，他都可以去，我应该也可以去。然后对，反正我就好吧，他就定了。但我就觉得很累，因为我打包都全部都是自己弄，一个人要打包4个人的行李份，除了衣服以外，然后就是生活用品以外，还要打包超多东西，像是食物啊，然后要煮饭的东西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玩乐娱乐小孩的东西也要，不然应该会烦死我们大人，如果没有给小孩一点娱乐的话。对对，总之就这样，是还蛮期待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这支影片，就是在薰衣草农场露营，然后我们2023新年影片啊，天哪，我们露营要在过年度过。他说好吧，就是看大家可能都会就是吃很丰盛的菜，但是因为在澳洲露营要煮很丰盛的菜也不是说很简单，因为所有的设备都要自己带去，我就觉得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这次就简单的过，就是基本要煮东西的一些设备而已，就是另类的一个过年。废话不多说，我要继续去打包啦，等一下来带你们看一下我打包了什么东西，因为我真的是从起床7-8点忙到现在快中午了，我连早餐都没有吃，我还没有打包完，跟我一起去打包吧， Let's go。然后我现在又要准备老易的衣服，超烦的。他自己说要露营，结果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，他就回去上班。我们的衣柜间我好像还没有就是开箱过，而且我现在整个刚睡醒，超肿的，素颜。好，我现在来整理老易的衣服，一件黑色的衣服好了，一件咖啡色衣服，3件。哇 ，wiggle wiggle wiggle， 超可爱的，这是 Christmas 的 pajama。好，给他准备了一件短裤。好，我现在给大家看我打包的东西，而且我还没有打包完。然后老易昨天晚上已经放了一些就是露营的设备在车上了，所以我等一下还要继续去奋斗啊 ，Let's go。好了，我现在把这些东西都搬上车，超多东西的。昨天老易他搬了一些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。看，他是放蛮多东西的。觉得这露营就是我来做苦力。哦，我刚刚真的是花了10几分钟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。你看，现在车子整个超满的，我还塞了2台那个滑板车，里面还有一桶冰的食物跟一箱就是东西备料的东西。我可能要放前座，后车厢已经塞不进去了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。现在进去面搬那一箱食物，终于全部都放好了。我现在要来去接老易，老易他在上班的地方，接到他就可以出发咯。Are you ready? Yeah, yeah, yes. Cafe tonight.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.我刚刚到了老易上班的地方，我现在要来接到老易了。你看，在，Hello, you just finished work.
No. I love your face with this, huh? No, that's okay. Nobody see your face. That's... Can you too? Hi, ciao. 这是老易的同事，他也是意大利人，他们是好朋友。好的。来，看看他有多脏，你看。刚下班，对，刚下班的家伙有多脏。Look at this. Oh, yuck. You are yucky. 好啦。哦，我这个开超远的，但是这边风景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You got my hat too? Yes. 超漂亮的。Yes. 拜，待会见。薰衣草农场，但是没有看到薰衣草，而且蛮小的。我的位置。That looks like a... 真的，我们这完全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。我以为它没有薰衣草，结果发现它是在那个这边这间是 Tea Room， 是可以喝茶、吃早餐、吃东西的地方。它薰衣草就一整片，就这样。没有到很壮观，我以为很壮观，但就也算不错啦，因为那个味道还是蛮香的。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农场的厨房桌子，这样，厨房、冰箱，这是 barbecue， 但我们自己有带，不太敢用。然后这边是厕所、浴室走一间，刚老爷去洗完，就这样，好。参观完了，这真的是蛮小的一个农场，而且又超偏僻的。哦，天哪，我们花了一个小时，终于全部 set up 好了。我们的 tent， 你看我们的帐篷，还有这个遮阳的。然后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等一下太阳应该会快下山。好累哦，整个全身都汗。但是算了，刚刚蛮开心，是我们刚弄完的时候 ，Clara 她还去找这个就是薰衣草给我，有没有非常大自然的地方？因为超热，而且没有电，所以没办法插电风扇哦，全身都汗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所以我们看明天，期待明天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好好的度过今晚，因为晚上没有电灯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录影，因为我电灯也带不够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，拜拜。好啦，先拜拜。拜拜。